小小的教训，是你叫伊叫伊走的啊！吼、哦，我真正甲你是有理讲袂清啊！啊，好啦好啦，到即摆不管是我叫伊还是叫你啦，无代志啊！啊，三囡仔人安尼，等你等你等你，等你等麦，等你等，你等。袂用的啦，我袂用的走啊！我人都还袂找到，要哪会用的转去啊？嘿，你啊，你真正是毋知天外悬地外高哦！迄查某囡仔人伫外口咧乱乱走，乌白乱走，真危险呢。真好气，你真正是一个真好心的人，我袂将你放袂记哩。以后假使若有机会，我会常常来看你，请你免为我担心，哈。哦，你哦，咱学会有气啊。你所栽培出来的花草，拢十几个脱俗较青嘞。我在这乡下，这花草较树哦，会当得到家人这样真济关怀，较正个。表哥，你何必着羡慕这无地界的花草嘞？相信有一天，你也会得到我这位丰富家里的关怀甲体贴吧。这，都无需要别人的关怀，也毋过。我阁真希望会当照顾你、爱护你，甚至为你做任何的代志。你肯为我做任何代志，这敢是上心上意的话呢？是啊，表妹，咱是青梅竹马，又阁是至亲，自细汉斗阵到大汉，我从来毋捌骗你呢。员工对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是非常的诚恳。既然如此，表哥，
你是不是肯帮助我达成一个愿望啊？当然肯啊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。你听讲，你到底爱我帮助你达成什么愿望呢？表哥。生气啦！我尽量替你说话就是咯。尽量说话，你讲这话，只是一点点的生意都无啦。无咯，这非常生意，十分的生意。也毋过我，表哥，你免太勉强咯。以后我袂阁再为难你。表妹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啊！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想办法带你洛阳观赏牡丹花。小妹，你莫讲啊啦，真好气，来当出头吼，
鸡有金耳狗通挂，狗有四脚大行星，我的脚头乌吼，嘛会当地全无啊啦！鸡未斗鸡，多言不益。小等下，咱俩就去走哦。你莫袂记哦，咱的打赌一年时间真紧就到啊哦。大哥，你嘛真奇怪呢，准则讲我无要嫁予真福气，这对你够有甚物好处是？哼！迄好处真多啊！喏，假使讲你若要要嫁予真福气，我不但会当加收一笔聘金，而且我减一个善亲情，运气若较好咧，你嫁予高官显爵，吼，死到咱商家不但有财，嘛有势咯。阿王啊，哎呦，有希望啊！福气哦，有希望啊啦！娘，你是有讲唔对无？真福气个王小姐，哪有啥物希望？嗯，福气哦。这摆去打着机会啊嘞，这哦，明明是天意啦！阿娘，你讲福气打着机会，到底是安怎？你讲个清楚的啊！是安尼啦，这摆风雨泛滥，大水将上游的村田拢淹掉，一挂村夫哦，拢提船去捞物件嘞，有诶捞到猪，有诶捞到鱼，有诶捞到珠宝珍珠啦，嘿哦，财物甲对天顶落来同款，这摆哦，一挂村夫拢好起啊嘞，哼，哪有可能有这种代？娘，你敢知影福气？福气好着什么包？收起到底多不多？天数两天多错过，一到真假谈如何？对，你来去真假，甲看卖咧。福气的水性一向袂歹，一摆哦一定好到真济宝贝。大哥，一摆福气一定是发财咯。嗯，唔免伤过欢喜，只要我亲眼看到才有数。我想要这种单哦，你可能有特别过了吼。阿娘，阿娘，快，我叫叫，来，哎呦哎呦，来。算不知是顶日啊吼，一位公主坐咱的船给我呀。本来我不爱甲提伊强强给我，我想讲后日咱若拄到伊的时阵才要还伊。到即马咱都咧急用吼，你先提去买，日后我若拄到伊的时阵，我才甲伊解释啦。安尼嘛好啦，我进来买米，你出来照顾一下。我进来去。你再搁啉茶无？你讲多谢你，多谢你叫我来。这下温情我唔当来做代理。那讲到这么客气，唔免啦，坐嘞坐，这是我做会到的代志。怎会这么侪人啊？这也是，这也是，啊，来人这多啊！上八秒啊，飞鸿幼儿园，啊，你来这喊行来啦，坐啦。哈，叫阮坐哦。嘿，啊，这哩话钱钱人我较坐，垃圾鬼鬼是要坐倒。哦，歹势啦，有缘大家才会做伙嘛吼。福气，我问你嘞，风雨泛滥，所有船夫拢去学物件，啊，你到底学到什么？哦，学到什么？哦，有啊，我雨着足济啊，雨济到阮家拢强要藏袂落呢，我等下要搁赶紧来雨。真实的哦，哎呦，你有影真敖，真过来，紧甲我讲，啊，你雨着啥物物件？福气，你是毋是会用将你雨着的物件摕出来阮看卖呢？会用的啊，但你看啦，就是这个人啦，这个人拢是我对水底甲伊救起来的啊。啊，哦，这个就是拢你雨的哦。嘿。你好的是人，不是物件。幼儿园人是有性命的，那沉在水底，若无紧浮起来，会死呢。所以我叫人都叫袂赴啊，哪还搁会用钢头去浮物件？福气，敢讲你除了救人以外，其他物件你拢无浮着心？哎呀，飞鸿，人伫咧讲，救人一命是胜造七级浮屠，救人一命是值千金啊。所以讲，我救这人是比你浮什么物件搁较好啊。嗯。哈哈哈！啊，讲甲足好个啊，讲甲足赞个啊，小妹啊，
你这个未婚夫哦，跟别人不同款哦，吼、哦，照搞的啦，真好气！你敢那想着要救人，又不敢无人会来救你先？你三家家无好甲一大堆人回来，不知要创啥，加食了味，好散人好食到散。我洗目睭哦，毋捌看你这戆的人呢。小贝了啊，钱财是心肝之物，那就计较遮多啦。人以为重的。讲过散的人哦，搁较讲嘛无路用啦，一世人哦袂出头天的啦。对对对，讲了无唔对啦。哎呦，枉费哦，枉费你的名叫做真福气，我看你连一点仔福气嘛无嘛，应该改名改做真了然哦。凊彩啦，随在恁啦，恁要甲我叫福气也好，要甲我叫了然也无要紧啦。为着即马上较要紧的，就是我爱搁赶紧来救人就对啦。哎哎哎，福气，讲安尼啦。气死我！你连我是要甲我气死啦！有啥物代志，互你遐生气？慢慢仔讲。无啥物通好讲啊！你即马马上去钱家退婚啦！我这个这么水的宝贝查某囝，是绝对袂用得着迄个又搁散又搁戆的真福气。又搁来了，这是做袂到的代志，免讲。你这死老狗哦！你大家都要遐做。来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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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弟啊，你讲这个话嘛伤固执，当下真好气哦，我看本就无好气啦。伊唔知要趁时机吼嘛，唔知要拍算啊。我看伊吼，哼，无前途啦。咱若要甲伊做亲戚吼，我恐惊小妹啊，嫁予伊吼，会吃袂少的苦哦。那这吼，你做你放心啦，吼。等后面若要成亲的时阵，阿弟准备要送伊一匹嫁妆，绝对袂予因翁仔某去吃苦。哎呦，你咧讲啥？嫁查某嫁无收聘金，佮领导要嫁嫁妆予人哦。哎呦，不行啦，对啦，狗仔啊，你若真是安尼做吼，我就甲你拼。你是要拼啥物拼？我是一家之主啊，查某嫁的婚姻大事，当然嘛我做主的吧。是无恁查某人的代志啊？啥货啊？无阮查某人的代志，无你只讲啥物笑话？上家的财产也毋是恁祖先留落，是我的一线到两线。辛辛苦苦欠下来呢，我无功劳嘛有苦劳哦。你搁敢讲无我的代志？我是有良心嘛无良心嘛哈？好啦，你莫搁再冤来啦，阿爹啊娘，你莫为着我的代志在咧操心好，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人处理啦。哎，小妹，小妹，你敢看？操你阿人，他讲这是啥物？为啥物意思啦？创是款的，拢叫你成歹去啦。想派去哦，总比假派去较好啦。哼！为看。表哥，你为什么一路上安尼忧头苦面呢？我欺骗姨表甲姨丈，讲话母亲真正思念你，
想要带你倒转我的故乡住两天，迄结果呢？去找你去洛阳，这件代志日后，要叫伊母知影，我唔知如何向伊解释才好。表哥，你放心啦，以后的代志我家己会承担吗？相信我那娘袂接比你才对啊。好啦，要不要安怎？许个代志拢已经安排落去了，佮担心烦恼也无什么路用。对啊，以后的代志以后再佮讲啊。目前何必来想遐尼济咧？嗯，目前应该设法的是，小如何赶紧会当到洛阳。你又佮袂晓骑马，不如咱先搭船到明顶，一然后由明顶换坐马车来到洛阳，你想安尼好无？好啊，一切着听表哥的安排。是的，伊话袂过这个事实。哎呦，婆娘啊，你妈妈咧闭关闭关，你后边人讲拍七洗有影，人命关天，这毋是小可代志呢。搁再讲你甲看，这个人结果是20多岁啊，尔后摆还阁有真侪日子要过啊。哎呀，真福气！我知影你的心肝真好，但是阎王爱人三生死，绝不留人过五天。命运毋是你世间人会当改变的。嗯。相思面顶的附近找长细号，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啊，大家都嘛在笑你个。嗯，啊，大家都拢知影，我哪有可能唔知？哎，彪，彪，我做戆仔人哦。定安心，假使神王若真正是有报应，不信阮的金马星的只是定。有讲啊，朋友，你讲了真对。最好的。这是什么货啊？你收起来。哎。这真重要，啊！哎呦，朋友啊，你即摆创啥啦？朋友，你较远远去啦，朋友啊，你唔通安尼平大村归啦，朋友啊！好啊啦，真好气，你莫搁再叫啊啦！你若叫啊较破，你嘛袂搁再活起来啊！你已经死啊啦！
朋友，我想讲你都已经活起来啊，我哪会知？结果你也是袂当活。啊！你提这个话，这是什么物件啦？阿母的交代好清楚，我做你死了。不过我咧出一个袂了，我要。朋友啊，歹势啦，我都无钱，通我给你买一只王牌，只好用这石头做记号，你都莫见怪嘿。啊，是讲安尼啦，后摆当年哦，我拢来收一寡纸钱，让你做收益，你免烦恼啦吼。你有生意就好啊。嘿，我即马讲这话拢真实的，我真是做会到啊。真好去，你无闲几工啊，巴肚一定真枵，我来找一寡食给你哈。桃花，免啦免啦，免这麻烦啦。那搁再讲，这是好交约我，你是要去倒位找食的啊？你放心，我自然就有办法。又果是安尼，摔一下来，啊摔一下落去，一个都无看人。嘿，这个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历哈？心思啦，拄到什么奇怪代志，我嘛无咧惊啦。飞鸿啊，飞鸿，啊你若知我伫遮，我听人讲你派一部尸体对遮来，我是专工来遮找你的。有代志是毋？真好奇，咱两个今日一定要讲一个清楚。在茅香转我上飞鸿。想较清楚无？哼！婚约的本事哦，画庙中花如何煞煞啊，开的西啊庙，我比照相路。兄弟情，你可爱可怜啊，咱世交知情。哎呀，威风啊！这个代志不是我一个人做决定的，要经过你我父母同意才会用的啦。哎呀，放手啦！真好气，你免摕爸母这个大题目来伫咧做文章。亲像你这款人，莫讲是要娶我，你就算替我挂手的，你都无够资格。哦，干嘛呢？你只敢会用提刀、恶喷墨、光尸体，你还阁会用做甚物代志？我若是早一天对你死心，我就早一天得到解脱，免得日后受你的连累。好啦，你要安怎想拢无要紧啦。反正哦，我感觉做人是安尼生啦，只要人咧做哦，天公伯一定有咧看的啦，天公伯也无可能会做人的生路啦。哦，好啊，我会好好给你看，看你会当走出什么款的生路。嫌阁真好气，我给你警告，你若是赶紧来去阮家退婚，嫌若无，休怪我对你冠冕无情。哼！哼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笑我讲无要紧，
这都不爱听我，敢讲我咧做唔对事？媳妇啊，哪里想暖？哇哇，姑娘啊，你是神还是鬼还是妖精啊？哎呀，我不是神，不是鬼，我嘛不是妖精，人阮是一位真好心的桃花林精。桃花林精？桃花林精是啥物事？这讲来话头长啦。那我这包鸡腿，你拿吃，我慢慢来讲给你听。这个故事从来对二十年前的上山顶讲起。真稀奇，真好听，我真熟悉，我敢那捌听过哦、喔。无可能啊，这是我头一摆讲我经过甲来日福环间的人听，你无可能听过啦。喂、欸，桃花姑娘啊，啊那恁我神头来去卡金环嘞。哎，我看见阿吉拉呀，我袂叫你走出来。啊，那你伫咧找茶色盒？莫非你就是认为这个茶色盒啊，有可能就是你的主人，就是迄个五福神的投胎转世，对无？是啊，照种种的情形甲算起来，迄、那个茶色盒一定是我的主人，无唔对。好，你放心，我决定甲你帮忙，甲你斗三共找迄个茶色盒，互你甲你的主人早一日见面团圆。干嘛呢？真多谢你啊，真好奇，我是一个真好心的人家，你是一位好心的人，我一定会当成为情到义合的好朋友。哎、欸，情到义合，安尼敢那无啥对哦，应该讲，咱是心心相印的好朋友。哎呀，不管是情到义合，无论是心心相印，你以后咱拢是真真正正好朋友的。哎呦，啊！这桃花去遐久啊啦，啊茶色我唔知有甲我找着啊无？哎呦，我实在足烦恼的哦。阿杰啊，我等来啊。嗯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，桃花！啊，恁哪敢无避开啦？我会顾你行一个，你知无啦？可你这种物件做伙哦，我逐个月拢要开一支收听啦。我还这么吵闹哦，拢厉害，拢厉害啦！好啦好啦，你莫搁再怨叹啦啦。对啦，你伫平阳城敢有查红青的消息？无啦，平阳有冤啊，足复杂的呢。我逐天嘛出去探听呢，啊，就有人讲去平顶啦，有人讲去洛阳啦，我规定哦，就无你平阳就对啦。我伫平顶出足久的。嘛是找袂到查红青的人影，不过我却拄到一个人哦。算了，尊父好气，真好心，移民感觉十分亲，把种滋味做不尽。茶头就是茶头，你脑筋拢袂晓变起呢？你也唔小心看卖咧啦！迄阮师傅哦，原来是天顶的神呢。啊，搁再讲，伊要去投胎的时阵，原来有甲咱讲哦，伊要投胎伫咧红尘之中啊，哪有可能去做
孙夫啦，凊彩收嘛知，无可能啊！严哥，严哥福气啊！哎呦，管他有福气也无福气，咱即马上重要吼，是把迄个茶色吼找甲着，咱的任务若完成吼，安尼唔再会用的。好嘛好嘛，我嘛是真认真咧找啊。我即份我阁加功力太浅，到即马还阁找袂着我的主人。好我啊，俗语伫咧讲，天下无难事，是只怕有心人啦。咱袂用失望的啊，我相信哦，咱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师傅，你的主人啊。是啊，你好像甲你再相送啊，多少的亲切英雄心怀，又啊如情义亲似海。将的感觉是因何而来？杨弟，你老可怜，甲这尊夫识识呢？萍水相逢不相逢，双方渐行难无留恋。写我言难断啊，经年为伊心愁啊。表弟，这尊夫有甚么通好看？又有甚么价值？你依依不舍的嘛？啊！我想到啊啦，那就是顶日啊，给我银两那位公主啊。太衰啦！我都有代志要跟你讲啊。将这个银两提起来求在面啊！哼，那十两银是杜俊辉，好你就是你的呀！你要安怎用，拢会用的，无必要向我解释。嘿，袂用的啦！哦，公主啊，这杜俊啊，我刚才已经收你十个铜钱尔，你就是要叫我，我嘛不爱啦，啊，无安尼啦。我就算讲是算你借我啦，后日啦吼，我若有钱才想办法还你啦。哼，你既然要这么正固执，我也无办法，就说诈你咯。表哥，我认为这位尊大哥是一位好心又正直的人，值得人尊敬啊。干嘛呢？我若无这个感觉呢？表弟，时间无早咯，马车应该伫咧前面伫咧等咱啦，莫搁再大只分心计节，行，咱紧来去。小等，公主啊，小等一下啦。哎呀，公主，请你跟我讲你的尊姓大名，啊，还有你是住伫倒位啊？后日啊，我若有钱哦，唔则当送去恁家行李，给你说多谢。你是真啰嗦呢，表哥，跟伊讲哪有要紧啦？我今日无这必要。你若唔讲，我就替你讲。这位大哥，阮表哥住伫平陵城，姓查名世号。什么呀？你就是查世号？
人真着急咧找我。奇怪，那你是插头呢，啊，无亲戚呾，也无朋友啦，在这个世间吼，有了我阿杰啦，谁去找你啦？啊，对啊，一定是伊，一定是我迄个枕头以下心心相印的好朋友在找我，一定是伊。哪会啦？好，哎，你这长桃花树，我哪有迄个什么枕头以下迄个心心相印的好朋友哦？哪里我知啦，你这张桃花树的朋友吼，一定是迄落迄落青叶长的对，青叶长臭阿杰啦，我这个无心情跟你作对讲啦，囡仔，你就今晚真快走风啊，嗯，你就今晚看，一定是真福气，替我找着臭细号啊，唔知这尔着急要找我，囡仔，紧就今晚走风我啦，哎呀，别耽误时间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会晓啦，会晓啦。找到迄个叉细号吼，证明讲伊就是我师吼。哎，今日甲讲啊，讲伊徒弟啊吼，阿杰啊吼，伫春风客栈等你哦。爱甲讲，今日甲讲，知无？爱甲讲哦。来来来来，你有够啰嗦呢，你甲闪的啦。哎呦，真好真好。吼，迄个叉细号吼，那是真正我师吼。哎呦，我这捡菜阿杰啊吼。算起来，原来是皇亲国戚了，真好。桃花姑娘啊，桃花姑娘啊，对在起来花香。我只要大声甲你喊叫，你就马上会听到，马上就会出来。哦，哪会知你让我咧直直叫，叫规工叫到烧声，叫到要断气死去，你才让我出现。哦，小朋友，啊、你甲我讲，彩色号伫倒位？你甲我讲好无？哎呦，已经走三四个时辰啊啦，是对遐去啦，对遐去啦，敢若有伯姐伫咧等你，可能是要去洛阳啦。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啊，无安尼，咱紧甲伊约，无得较好，还阁会附近嘞，咱紧嘞。等，姑娘啊，你去约就好啦，等我是对你夹要创啊，我无爱去啦。唔系啦，好朋友，哎呦，拜托啦，恁个差事，予人也唔知呀，就准我甲伊约着，我嘛唔知伊是倒一个啊，拜托的啦，你就做一个好事，我求你啦，你跟我来去好无啦，拜托的啦。好是好啦，也毋过你都知影嘞。我也袂晓法术啊啦，我阁要安怎走，我嘛忍忍袂着啊！安尼到时阵，惊会耽误你的时间哦。那这样，这做你放心啦，
我找一只马给你骑，等下吼天若暗，因就找客栈休困啊，对无？到时阵咱就约伊会到啊。好啦好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既然你都安尼讲啊，我就奉陪到底啦，行啦行。为什么对迄个铁村的人念念不忘呢？伊面之烟，骑马苍苍，永生流连在心房。风尘故事，情啊风风，为何事？念铁村人，同我，这附近哦，拢无别间客栈，干搭这间尔尔。我咧想，曹凤清甲恁表小弟，一定是住伫遮无毋对。你这条臭人！啊，我无安尼话，怎会知你住伫对一间啦？哟，你是安怎啦？你看，这房间是这么侪间啊，你是要去倒找去啊？啊，大伯，你讲，这间来一趟电话位，啊，我来借问一下哈。啊再交代，叫我袂用随便跑去帮忙啊！哪边啊？怪，迄房间内明明都有人伫个，伊也毋出声，也毋开门，安尼太无意思啊，无道理啊！真惨啊！啊，等伊毋甲咱开门，咱嘛无法度，无搁来别间找啦。无喏无喏，等下啦，我有办法啦。吼，伊若毋出来吼，你开去你就去啦。啊，我入去。看卖，来，站好。回家一道，罪该万死。哦，同亲啊，唔通啦，话唔通讲这重啦。阮家还佫一对老爸老母伫咧，啊，我嘛还袂娶某生囝，我哪会去罪该万死啦？点去？我拖着你上官严办。如果，
太叔，伊免太不懂情理嘞。多心多心，我是带桃花姑娘要来找你，我好心嘞。等一下啦，桃花姑娘啊，来啦，你来啦，来啦，彩虹姐在家啦。这几个是彩虹姐。是你啊，一定是你，你是彩虹青对不？我找到彩虹青了，我找到彩虹青啦！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你，我不是彩虹青啦。啊，是啦，桃花，不是伊啦，是这位啦，这位。是，奇怪，为什么我对你公主的感觉是这么亲切，啊，对这位彩虹青是却……多林。我跟你素无相识，苦苦找我，为了何事？我若讲出真相吼，你嘛无一定会相信。如今我是要拜托你一项代志。彩虹青，请你看在我一片诚心诚意的份上，请你拍开这个金。